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熬早。今仔日，大家要甲大家恭喜，你甲蔡英文同款，蔡英文去美国，美国送伊什么？啊，恁今仔日是毋是甲蔡英文同款？对啊，大家都爱有信心，你有这个责任去完成美国的任务，也是咱大本土台湾人的任务，对唔对啊？啊，足好！啊，我看咱重点啊，今仔日要来甲大家探讨的是啊，制度啊，就是啊，咱会要做啊，制度的建立。甲内部的控制，为什么李登辉前总统伊做十二年，伊做到无？做无到。阿扁啊，前总统伊阁做八年。伊讲伊无法度，就无法度啦。咱大家探讨天能的咱本土台湾人的总统是安怎？伊做袂到，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哈。这就是啥物？这就是讲炸。中华民国是你汪政府，伊就设一套，互恁来算啦。啊，你就白地苦啊来啦。这叫做什么？啊，这叫做制度啦。足重要，足重要。但是，伊对本土台湾人。讲这个制度，伊本身因的处理有照这个制度啊的做法来做无？嘴下咧讲依法行政，实际上真济代志拢违背了这个制度。足济个啦，大家去探讨，大家去想。所以，假设咱现在美国要予咱接近，啊，咱是毋是爱有家己个制度？所以，咱大家我有这个责任，你若有这个。这方面的专业，赶紧去思考，咱来定一个咱爱建立的制度来推行，才袂讲像阿扁讲，啊，李登辉前总统就做啊十二三年啊。啊，我阁做八年，啊，我都无法度，都无法度，这就是啥？啊，就是制度的因素嘛。你得白死死。有个人讲，咱爱来改变总统，咱去思考，你改变总统，你选到。有可能改变伊个制度无？讲来则来宣布台湾独立，有可能无？拢无可能啦，一定拢无可能啦。
安怎讲？阿扁啊，直直要扁参加联合国，咱迄个护照都家己寄台湾，好，大家骂到要死的。但是讲我敢寄台湾两字尔，无你摕这本车轮牌去遐讲你是中国出来，都要排队啦。啊，摕即马摕到台湾，你讲哦，我遮都有台湾哦，啊，安尼你会使较早出去啊，免都要排队。啊，佫讲直直申请两三摆要申请加入联合国，要参加联合国，一个国家要有基本的四个条件：土地、人民、政府甲外交权。这四个，咱现在台湾有啊无？拢无，拢无啦。安那拢无？土地啊，日本天皇的啊，啊，日本天皇无讲好啊，好啊，好啊，你哪有土地？人民，大家体的拢是啥？流氓政府的身份证啊，退出去，啊，都，咱美国佮甲咱讲啊，咱是啥物？无国境嘛，啊，无国境，你要去申请啊，做台湾共和国。有下无下，恁遮个拢是 ROC 的身份证，啊！你要请台湾联合啊，台湾共和国有可能无？无可能嘛！人民也无啊，过来政府啊，政府咱这是啥？已经联合国都把你赶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替取代，安尼恁有一个政府也无，啊政府也无成立吗？啊尤其是美国，迄、那个啊，2004年10月25日，鲍威尔国务卿伊讲啥？讲中华民国是啊，唔是主权。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都唔是国家。最近发生的几个案件，迄个刘珊珊，人讲刘珊珊，刘珊珊事件，这个足明确的证明，美国，伊这刘珊珊，大家唔知知影无？知影无？安尼我就免阁先讲啊。伊这，因遐的做调查局，啊，就甲你。出去便所，伫办公室的大楼出去便所，就去用铐去啊！现在上锁铐，甲铐去。啊，即讲咱这边的讲什么要外交豁免权啦？啊，因且唔敢甲这个事件吼，因讲要听证会，因遐的法律爱办听证会，伊讲卖办听证会。我啊，迄、那个做认罪协商，卖把这个事件扩大，予咱台湾人民拢知影。因一个处长讲，这是爱国的表现呐、啊，讲刘珊珊是爱国的表现呐、啊。啊，你看刘珊珊有啥物？刘珊珊的例子啦，即、這个讲。因遐外管的会计制度拢无创无好，内部控制啊做无好，唔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刘珊珊的例子，拄啊，咱要讲这个标题拄啊上下。因遐会计制度创无好，讲伊会使领迄个咱。流氓政府请的官员伫遐咧做事，做等于清洁啦，
有伊个伊一个处长是足大个呢。处长可能大家无了解，因为我伫外国挂待较久吼。处长要派出去，都爱甲总统去总统府打一个招呼，照一个相，才出去个呢。安尼有大无？是咱员工总领事啦，较早所谓总领事啊，就是处长啦。处长是啥？那无大赛馆，大赛无去，总领事都磕头。这个所在无派大赛，派成立个总领事馆，啊，总领事就是处长，处长就是迄个代表迄个国家处理甲国家的机关。啊，你看遐大，啊，伊甲下骹手的钱讲领来家己，啊，美金啊1240块领来伫底下底，啊，互伊讲摕了600块，啊，这叫做啥？这都咱遐叫做会计制度的建立，会计制度啦，内部控制无好势啦，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啦。哦，安尼咱就了解讲，咱今日所探讨这个问题，咱未来啊接政权的时，咱会定出来这制度一定甲流氓政府绝对无共款，你若甲伊共款，安尼也使咱这个单位，你个啊叫你来遮受训，总爱成立。所以这是大家重点。啊，我要阁请问大家，啊，大家若受过财经吼？有受过财经的、会计的，咱的同心，咱举手一个来参考看嘛咧，好无？你哦，你受过啊财啊财经啊吼？你是财经系、会计系，还是啊经济系？吼、哦，在商的吼，甲财经相关的商学院的。同学唔知有啊无？伫迄阵啊，有受过这个训练的啊，唔知有啊无？那有举手哦，好，多谢吼。阿伯啊，每国州内底啦，一定爱有建立这个啊，迄、那个会计制度啊，这个就是首先啊，每一个州。拢爱去啊，建立这个家己的制度。啊，那是爱有专人的管理。所以啊，咱有机会啊，咱三枚咧讨论的问题，讲咱要一粒鸡卵啊，要袂剥出来变鸡啊，所以那。剥出来了后，美国会甲咱斗三工，啊，咱一定爱建立这个会计制度，建立啊各种啊行政的方面啊，那爱建立啊行政的程序甲这个制度，拢爱做出来。啊，这就是啊咱要行的路，所以讲。大家来这受训，啊！你有这个专业，你我好好啊，甲恁州长啊去报备，讲你有这个专业，你啊阿伯啊会使来负责这个啊责任。啊，咱讲到这，咱就来看咱今仔日啊要讲的主题啦。啊，即马。咱要讲的主题啦，我甲分到啊六点啦，啊六点啊，第一个啦，咱来要来介绍啊
制度的意义加目的加伊的本质，吼、哦。啊，咱也确定啊，啊，咱再来啊。第二个是内部控制的制度，内部啊控制制度的设立的原则，啊，加伊的控制的方法，啊，加啊这个设施啊。即讲即完了后，咱则特别提一个会计制度，因为制度是足济个爱定，毋是干那会计尔。哦，有诶有行政个制度啊，即那是爱做出来。吼、哦，咱敢讲咱公民权利法案，咱所定出来，即就是啊，咱个公民权利法案。咱要签啊，台湾人民啊身份证啊，要来签公民身份证，就是咱根据这个啊法案，所以讲这个有足济啊，咱特别加强啊这个会计啊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啊甲一些个案啊，因为这个制度甲内部控制。啊，做了无好，啊所发生的足重大的案子，提出来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哦，安尼，啊，咱即马啊来看啊制度的啊意义啦，咱分两点啦，咱用吼、哦、广义啊甲狭义啊来讲，那。现在要来讲公义的啊，就是讲在一定的条件啊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啊、甲经啊、这甲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来制定一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啦，咱有话讲叫做体制啦啊，有话咱安尼讲讲啊，这那员工是一个体制安尼啦。哦啊、咱有什么啊？有什么制度？咱来说明讲，有政治的制度。啊，政治的制度，有诶讲啊，选举办法啦，好、哦，这那是定出来一个。好、哦，来过来讲经济制度。哦，这经济制度包含我足大的啦，吼、哦。啊，这个咱所采用的是。多一个啊制度，那讲有咱只那讲讲有资本主义的制度啦，啊是咱是叫做迄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啊，这拢无共款，吼、哦，制度啊，这就是讲啊公义的来讲啦，啊咱这个狭义的吼、哦，咱就是讲一个系统啊，甲单位制定的要求下。所属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的规则和行动的准则。哦，这就是主要要讲制度定落啊，咱就照这个制度来实施。好、哦，依照这个制度来做。好、哦，啊公哦。那个工作的制度，咱大家来这上课，咱上课的程序，这那是员工是一个啊制度，吼、哦，啊，这就是工作的进行啊的制度，吼、哦，啊，过来财务的制度，财务制度一般所讲的。有话讲上简单，收钱的人袂使兼计较，有诶计较就是计较诶，出纳就是出纳，会计出纳一定爱分开，哦，安尼则袂讲啊收钱诶甲计较，到时有诶少留一两笔啊无记，啊如果伊咧收钱，安尼问题就较大，所以讲。收钱的还收钱的，计较的还计较，一定要
分开，袂使共一个人啊。但是咱现在啦，有诶较小诶公司啊，有诶讲，啊，我是头家，啊，我诶销，我所开销诶，拢也是啊公司来付出，啊，实际上我袂使你啦。你头家是头家，啊，你公司是一个啊个体爱分开啊吼。你私人是私人开，你爱私人家己去付。啊，公司由公司来支付，啊，这拢是爱分开的好势啦。这都财务制度，啊，甲做事，啊，甲啊教学拢有一个制度。咱啊课程摆出来，咱一定是照这个课程来操课。这就是讲，拢有一个啊制度。咱过来讲，制度的目的是咩？讲什么？啊，伊就是要予某一个团体甲单位所有的成员共同遵守，啊，甲某些办事的规则，吼，啊，甲行动的准则，啊，规章啊。这就是咱要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做出啊。遵守大家遵守的啊办事的规定啦，啊，甲这个行动的准则啦。主要啊，过来啊，要来完成任务的目标啊，因为有这个制度，大家遵守，才会来达成这个保证啦。哦，我看咱有的同亲，伊讲伊啊，咱怎？啊，董卿讲啊，伊为基层啊做起啦，哦，啊，直直做甲厂长，啊，伊会上清楚啊，一定一个公司无论大小，拢有伊个啥啊，这个制度啊，一定照这个制度顺序来做，啊，都无问题。哦，啊，这可能大家我会。清楚，过来讲制度的本质是啥物？啊，过来大家探讨说，啊，制度的本质啦，就是来执行的保障啦。咱定这个制度啦，咱要来安怎做，安怎执行？我就是安尼做，安尼执行。咱有甲大家同心讲，那要来参加。民政府的成员必须要经过初级班，咱即马所的训练，过来进一步啊，那加讲咱过一个啊高级班，咱就发证书啊，这证书啊，咱秘书长也讲过，吼、哦，这就是后摆。咱接班的时啊，分派依照你的专长，即马大家有分组讨论过，大家爱介绍讲你是专长啥物，拢有记录。有个人，昨无来参加的人，有记录无？一定有嘛，这一定是一个制度的建立嘛。无来参加拍车啊，怎无来？我要对遮讲，因为这也是一个制度。啊，你都来遮受训，啊，团体的讨论要予大家啊认识。下摆你派去倒一周，甲倒一周要联系，那是足方便啊。足了解啊，咱拢共一期个啊，吼、哦，啊，这就是啥？那是制度啊，啊，你也无要来，有哦，咱训练到即马三十期啊，我认为这是无重要啦，啊，实际上拢记录伫咧，你来遮受训，就是未来咱。要安排
工作的参考。所以大家来这侍奉，就真心来这侍奉，莫讲要贪小便宜，讲要开小开小，哎呀，那讲啊，要安尼，等于是开小差啦。啊，你本身就甲流亡政府同款啊，安尼咱阿伯哪会敢用？所以我甲你大家讲。那来受困高级班的，你若开小差，啊，你都上好，莫来啦。真正阿伯重要代志要交予你做啊。啊，到底你来受困都要开小差，啊，你分组讨论都唔来，就咪讲啊，这分组讨论啊，拢唔是啊，咱的重要的啊，做啥？诶，主角底下咧主导的，啊，即个拢甲咱同款啊，诶，进行伊就开小差，啊，你开小差，你就记录起来，啊，所以讲，可能拢无甲大家讲啦，但是我要甲大家讲，有记录，吼、哦，所以讲，阿伯啊，你若介绍人来，你我甲讲。分组讨论足重要嘞，你的专长爱讲出来，你的做啊，迄、那个啊优点，那爱讲出来，啊，遮拢有记录伫咧。啊，阿伯亲戚要用人，唔才会较方便。哦，啊，无迄阵啊，阁好，大家拢亲戚接到捐款迄代志，话足济嘞，一定是啥。啊，拢啊去找这记录来参考啊，所以很足重要，足重要。啊，昨有几个啊，新德州的无来吼，啊，说你家己后摆你若来高级班受训，你都爱唔好阁无来吼，这甲大家讲啊，所以爱家己有一个心肝的准备，讲你若愿意来遮。啊，到顶打拼，投入就要投入，讲出来那个欠人的，你若有这个心情，一定会方重视，啊会方重用，啊无你讲讲的，甲外口拢同款，安尼啊使换这个政府要创啥物？啊，即摆吼，你望政府去做都好啊，大家贪污，大家欢喜啊！啊，对咱人民大家痛苦啊！啊，那爱咱这人要创啥物？咱这人就是要为后一代啊，永久伫台湾的子孙，大家来斗阵打拼。咱看到啊，你望政府伊的目标是啥物？伫中共嘛。台湾予你乱吵吵拢袂紧，伊转去中国就好啊。但是伊阁要甲咱算，咱算啥？咱算伊个盘手啦。哦，来中国进贡啦，台湾人民做盘手，甲你牵个，予中国去进贡啦。安尼你愿意无？啊，一定唔愿意个嘛。所以咱大家都爱真正爱。打拼吼，咱真济同心啊，足甘心，拢来伫遮咧奉献吼，希望大家有这个心啊，斗阵打拼。咱即马啊，过来讲啊，这道吼、哦、是啊。交易啊，我们协调保障的机制，吼、哦，因为有这个制度啦，啊，就是有这个啊交易啊来做主体啦，间的利益的分配，甲啊交易费用的分摊。咱讲一个例吼，实际的，予大家知影。啊，定这个
功课，大家看，爱听无？爱嘛？这拢是啥？有甲你无款无？无嘛？这拢是咱的动心，愿意。好，即卖是都是酒丁，因去酒，才会动心。无人讲你爱出偌济，你爱出偌济哦。讲啊啊，拄啊要丁啊欠这个啊，大家安怎讨论者讲？哦，我捐一万，哦，我捐两万，是大家安尼斗强起来，足甘心，足甘心。无讲你爱交偌济，你爱交偌济，你爱交偌济，无。国家大家讲，咱才会动心嘛。咱有定一个目标，十二月啊，咱要去带，要去日本，这就是咱的目标。两百个，顶回咱定出来讲定一百个，到时讲百五个去啦。咱即马定两百个。可能因为两百个差不多一台飞机啦吼，可能嘿，应该定两百个，到时上万步你都客满啊，这拢是啥？大家出钱啦，咱要去做啥？历史的记载，你要去做历史的记载者无？你要做历史的见证者无？哦，你拿这个机啊！从来日本的风景拢是这个机啊啦！啊，咱去了后，伊讲天皇足欢喜的，讲咱这个机啊，我会得入去啊啦，拢是要伫甲天皇伫遐咧见面啦。天皇足欢喜的讲。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甲咱讲啦，安尼从来因迄个皇子啊，什么机啊，拢也未入去，即马只能机机啊会得入去，所以恁呐，大家要做历史的见证者。大家稍微计算一下，咱现在欠寡钱，吼，啊，准备来参加，吼，这就是历史的见证，啊，这就是我大家拢出钱出力啊来做。啊，这就是我讲的，伊这就是，这个那是同款啊。咱有个人讲，你这个诈骗集团，啊，讲唔知有个人无关啊，无啊，讲这诈骗集团。伊讲，我要不然你们怎么这么有钱？一次的话150个，要花多少钱？秘书长讲说，我们要用钱的时候了，就有钱。这个叫做天佑台湾。告美国政府要不要用钱？在美国登啊报纸要不要用钱？也都要用钱。我们在美国的办事处。啊，华盛顿 DC 的办事处要不要用钱？也要用钱。真的是天佑台湾，我常常会说，我们真的是天在助我们。很多，因为我参与我们民政府以后，一步一步一步都看得啊很清楚，也一直在呈现。啊，一直目标一步一步的完成，所以希望
大家同心啊，爱有这个决心来参加，哦啊，以后啊一步一步啊来追随着咱的叫做啊秘书长啊总理，哦啊咱的主席副主席斗阵啊来行啊，咱个讲来讲。这个制度啦，以一个国家来讲，这个甲讲国家，啊，若讲企业来讲，甲一个国家看作一个企业来经营，安尼才是正确的。咱会了解，真济国家若有企业的观念，这个国家一定竞争力足强嘞，人民也幸福。啊，伊伫国外那有这个或者啊，这个知名度，咱讲新加坡就好。新加坡这个国家，那讲偏西大啦，哦，咱有诶讲，实际上咱话会使甲模仿嘞。公務人員一大堆要創什麼？我可以這樣說，較早的行政需要這些人，現在電腦的發達，敢有在減人？去思考看看，那個咱的行政的管理行政的制度已经到现在的处理都进入电脑化的时代，啊，咱的公务人员有的要在增加的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啊，伊都，这伊个亲情啦吼，啊，这伊个关系啦吼，啊，这是啥物个部长个亲情啦，啊，部长个关系，啊，都部长过来上班啦，啊，即马安尼啊，用迄个做啥？迄个外聘个啦，啊，来升级来来，拢直直增加，啊，直直设单位，啊，直直咧支出，伊都无咧管理啊，因个关系袂歹，因即个小圈圈只个人。大家底下咧讲，食肉啦，啊讲，咱刚才伊讲，公务人员薪水也无够啦，最近诶报纸安尼顶啊，讲公务人员薪水伤低啦，我要想讲，要搁增加，啊变诶迄个时阵。无监察院，咱毋知遐监察委员也无个片啊，也无啊监察院空壳个，啊也无咧迄类，那同款咧过啊，啊即马有监察院，有较好啊无？无较好啊？啊遐哪咧支出？我感觉这拢会使废掉哩，啊无路用都爱饲。饲了米的，但实在有影。所以讲，企业一定爱啊，做国家一定爱企业化。啊，咱即摆提一个企业内部的控制的制度啊，啊，甲大家做探讨哈。内部管理的制度啦，对会计的啊，咱即摆对会计的业务、会计记录、会计报表啊，甲可靠性啊，有无？直接的影响的内部控制，啊，这就是这个讲，就是企业内底对啊一个财务的控制啊，足重要，足重要。咱啊最近的报纸讲，咱今年啊，的国家的负债啊增加。两条啦，负债哦，直直增加啦。
大家直直开啦。哦，我要办什么偌济，我要办什么偌济，我要起一个啊地标偌济。哦，真正要直直开，无咧，拢唔是咧算讲，我有偌济税收，啊，咱会使用偌济，唔是啦。会得开就甲开啦，啊，这就会使咱了解讲吼，内部的管理的制度啊，咱有啥物制度啊，好像人事制度啦，啊，技术部门的管理啦，吼，啊，甲咱所讲的这个财务的记录，上重要是啥？是会计制度是足重要，足重要。咱爱了解讲，咱有偌济钱，唔才来做偌济代志。啊，唔是袂使讲直直啊，用发行啊，迄、那个公债啊来做代志，这唔是安尼嘛？拢必须爱考虑讲效益。咱一块要做两块用，应该有这个观念。咱一块要做两块用。有的人说哪有可能的事情，一颗就做一颗用就好了。对，现在我们的流氓政府啊，可能很多工程一颗开出来，实际上有的官商勾结啊，一颗才变做五角六角，有的说做三角在用啦，所以这个观念啊，啊，这个制度拢无建立，真济，迄个做台北市最近的啊电视啊咧播，什么录屏专案，去甲乌出来讲内底砍的内底拢有啥物，唔知有看到这个电视无？内底拢揪揪起来一挂迄个啊，做垃圾啦、垃圾啦，啥物拢揪揪出来啦，讲个录屏专案啦，所以讲，伊这都是啥？可能一颗可能做三角，一颗做三角，所以咱也足痛心嘞吼。啊，过来内部会计。控制哦，内部管理的控制制度，啊，佮内部会计哦，会计控制，即咱即就是讲啊，咱的啊，要了解啊，有这个情形吼、哦。啊，咱即，咱刚刚要甲你讲，即都爱分开啦。咱讲我们头拄也讲过啊，会计吼，制度一定要分开，收的啊等于出纳加绩效一定要分开，吼、哦，这才会阿摆啊，才会较健康吼、哦。啊，内部控制啊设立的原则啊，啊，咱有这几点哦，咱会确定来啊说明，爱有合法性的原则，全面性的原则。重要性的原则，加有效性的原则，啊，加有这个制衡性的原则、合理性的原则，加适应性的原则，加成本效益，足重要，爱重视这项。成本效益实际上啦，咱啊拢有去考虑到这点，咱做出来物件。工程也好，一定足实足，我足耐用嘞。袂讲咱一个台风来，一挂桥冲了了，啊，这拢是啥？真正讲嘉义行善团，你毋知知影无？伊迄跟咱政府个，啊，你看。政府有一帮人，佮专门请一挂高考通过遐个人咧做个工程，啊，无法度
人嘉义行善团做的工程的品质一直为啊，这个效益一直为成本阁上少，啊，看咱会去了解讲政府，这个政府咱有法度阁加支持落去无？你都政府是一个庞大的迄个做啥机构人才，爱什么人才有什么人才，啊，做出来甲一个嘉义行善团造桥铺路，那嘉义行善团所做出来的物件，因啊小风台会无要紧啊，啊较大风台也无要紧啊。啊，其他遐政府所做遐桥梁拢断了了，安尼，予大家爱了解，吼、哦。咱即卖要来讲合法性的原则是啥物？内部控制啦，要啊爱合法律啦，爱符合来应当啊符合即个法律啊，甲行政法的规定。甲有关政府监督部门的要求啊，这啊爱咱都爱有这个合法，咱定的制度，啊，甲有全面性啦，全面性就是啥，就是内部控制的迄个层次啊，应该哦涵盖决策，啊，甲管理，甲全体员工，哦，啊，那滴物啊，这个。啊，物件啊，应那这个物质方面呐、啊，或物件方面呐、啊，应该包含企业各方的啊业务啊，甲管理的活动，伫这个楼顶中间呐、啊，啊来啊渗透这个啊到决策执行，吼、哦、啊甲监督啊各个环节拢爱做内部的控制。啊，这都咱民间有诶企业，那爱去申请 ISO 9001，啊，有诶是9002，哦，有不同诶规定。讲诶，我这个公司是 ISO 通过，所以我要外销去。澳洲，我有这个证明，伊就表示啥？啊，你就是符合这个 ISO 的规定，你的做出来物件的品质有甲遐，所以你这个工程有符合，才会使销去澳洲的。企业都安尼做啊，啊，国家一定也是爱安尼做。啊，安尼做就是安怎？咱就是讲，这那是爱全面性的原则。啊，这个各单位的环，这个环节吼，拢爱有一个监督，啊，甲一个那个 QC 啦，讲叫做品质管制，吼，拢爱有一个每一个环节拢爱啊做出来。啊，咱。叫做全啊全面性的原则，啊来重要性啦，拢是爱专啊，这就是咱内部的控制啊，爱兼顾全面的基础啊，上的突出的重点啊，针对吼、哦、重要业务事项啊，甲这个风险啊，我们高风险啊的。领域各这个环节采取更严格控制的措施，啊，来确保啊不存在的重大缺陷，这是重要性。啊，咱所讲这个重要性啦、啊，主要咱的政策要做什么
任务，哦，咱较早咱经济方面较无遐好，早期咱要伫这个西螺大桥，吼、哦，西螺大桥，迄阵啊，咱遮啊，流亡政府来占台湾了后，伊钱拢安怎？一寡咱遐物资拢运去啊，中国去。啊，咱这边无啥物资，啊，讲安尼好啦，咱拄啊有需要建一个西丽大桥。啊，这个咱的重点是啥？啊，无钱要安怎处理？无钱去甲沙乌地借钱嘛？啊，借钱西丽大桥才做出来，咱可能年纪较大的同心哦，可能会了解讲，西丽大桥是第一个啥收费的大桥啦。啊，伊去甲沙乌地借钱，啊来做出来，啊都要收钱，收的遐个钱来行。行实在拢收头都啊。五六年过，已经本钱拢倒来，伊若照直直收落去，讲哪会遐好啊？即马所以讲，什么大的工程啊，拢啊设一个基金啊来做做咧，啊才来收钱啦。实际上这啊，我政府足好康啦，啊，这我是足好康，因为安怎？这哪咧印银票同款啊？哦，啊，桥开落去，啊，恁位啊过，都爱立会。迄、那个咱较早甲南非吼，相当诶外交关系足好，大家毋知了解无？是毋是甲南非？因为同病相怜嘛吼。啊，南非遐个官员来咱台湾考察了后啊，讲。哦，恁足好嘞！阮迄个公路遐长，拢无咧收钱啦。啊，恁一扎啊都收钱，一扎啊都收钱。安尼，阮转来，阮迄、那个照 copy 啦，吼，照模仿啦。伊那去，从来南非无迄个收费站的啦。怎啊？吼，迄、那个。从啊，普利托利亚加我开普敦这条一号公路啊，几乎啊，头我100公里设置收费站嘛，我直直收去啦。即马个要个安怎？要变本加厉讲，普利托利亚加这个啥？加这个啊，伫这个啊约堡的郊区里面啦。你若要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拢收钱啦，先无予人民通过哦。因遐先家去吃迄个要做啥？你驶出去，你就翕到啊啦，就电脑感受到啦。你驶落，你一天走偌济公里啊？摆啊，你爱家己去纳啦，啊你无去纳，你就要家己罚款啦。讲这比印银票较好，啊，起码约堡甲这个地区啊，吼、哦，约翰尼斯堡这个地区啊，迄个叫做电脑系统上快速路、高速公路的电脑系统拢架设好势啊，要甲人民，因为荷兰政府执政啦，因我大家足贪污的。啊，贪污吼！啊，大家拢看想看，倒一个所在有钱贪无？啊，这，咱这所说的啦吼，啊，这我给大家做参考吼，啊，这都有效性的原则吼，啊，实际上吼，拢无去考虑着讲人民的感受安怎？一个政府一定爱护。人民过得足好，大家
啊，我足拍拼啊，大家对未来有将来性，和年轻的人讲，咱这个国家啊，对因有栽培，啊、以后啊，对这个国家有一个贡献，安尼，咱这个国家一定会强。唔是，咱即马大部分的人因为教育的失败啊，教育的情形讲啊，大家生活也较好一个，啊，就鼓励讲啊，无就拢走去外国去，啊，外国去啊，就无爱转来。实际上，台湾实在是上好，台湾是一个真正咱讲起来是一个宝岛啊，咱大家爱用心来打拼，维护咱未来的子孙啊的幸福啊，大家希望啊牺牲奉献吼。啊，过来看制衡性的原则，所谓制衡性的原则吼，咱讲较简单的啦，任何人啊，拢啊不能啊凌驾内部控制啊，有这个特质性。这个就是讲，咱制定一个制度，无论你的啊阶级、官阶，大家拢是一定要遵守，袂使讲啊，这个就头家啦，啊头家伊要爱用钱，讲啊叫会计讲啊来啊提十万啊来，啊会计就提好伊，啊会计人员。一定要提好，你来叫我签嘛，好签嘛。讲甲头家讲啊，你甲提十万，你爱甲签一个啊。啊，你我唔只有法度去报销。啊，你这用的贷，等下爱来甲讲啊。哦，真济咱台湾的企业去国外，国外拢有casino，大家知影嘛吼？头家去casino。炸现金去博了，才无现金啊！阿当要安怎？伊讲，下来你开支票吼，伫国外支票啊，足流行的吼，开支票会使去领筹码出来博奖。啊那照外国安尼吼，这个保持的，你提公司的支票。去领筹码来博缴啊！啊，你迄个记录上，你就讲是公司的钱挪用啦，哦，挪用公司的钱啊来博缴。你博缴唔是公司的代志嘛？公司无这个啊业务嘛，所以这人爱注意吼，尤其是公司的钱。就是公司的钱，私人的钱就私人的钱，要分得足清楚。啊，伫机关上也是要安尼，吼、哦。咱当然后摆慢慢啊，要建立啊美国的系统，吼、哦。那你公司才开工的，私人的代志，你礼拜时啊是啊做啊假日。你唔是公司，拢爱开私人的。好、哦，迄阵啊，阿扁啊，总统咁咧选举，坐伊个啊专机，咁要去台参加。啊，当然吼、哦，伊我有去参加一个活动啦，迄是政府机关的活动。啊去啊。人就咧批评啊，讲你这袂使，你这我爱家己出钱。立法院讲你爱家己去出钱，啊，到尾阿扁也讲好啦，这若属于我出钱，啊，就交一寡遐医疗费啦、遐费啊，伊爱去交。啊，这实际上啊，当然那是公司政府爱出，啊，那是私。即个所有的开销，伊爱家己付，吼、哦，所以讲，无论虾米人，拢袂使有特殊的权利啦。
吼、哦，这就是总经理也同款，啊，董事长也同款，拢是，吼、哦，这里头爱有一个自控的原则，啊，加适应性的原则，适应性的原则就是讲，啊，咱这个啊业务的啦，啊加业务的特性啦，啊加风险吼的状况，啊加环境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啊，爱随着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啊，经营业务的调整，啊，甲管理要求的提悬啊，哎，不断吼、哦，会来啊改进配合啊，这个适应性啊，这点啊，啊，我要搁甲大家讲，这个适应性吼、哦，做生意也同款，可能啊，要甲大家分析一个讲，咱。以这个例来讲，这个这款的是等于是一般的消费品啦，消费品的物件啦，大家拢会晓做，啊，足竞争嘞，啊，足竞争嘞，人隔壁间厂当做出来介绍，哦，惊讲。十块，啊，咱做出来介绍十二块，安尼咱就爱去安怎分析啊嘛，对不对？咱加贵人两块，啊，分析了后，咱要安怎去改进？哦，咱才发现就讲，因减两块，因新进来一种自动的机械，啊，一天。的生产量加人一倍，哦，当然，因卖十块要赚钱，啊，咱算起来十二块的成本，咱要卖十块就现了，安尼要安怎处理？这都爱家己搞，要爱适应这个环境，你有法度提升你的生产能量。生产能量啊提升，你成本就自然降低。这个原则拢爱去思考。啊，这就是适应性啦、啊。你爱家己去想啊，你袂使讲哇，以前就是安尼做，现在呐安尼做，绝对唔对的。隔一个时间，一年了后。咱的工厂是毋是爱阁提升？这就是决策单位吼的思考。咱即今年要去日本，咱都百五的去啊，咱爱提升无？哎，有需要，咱。今年训练的人也无遐济，搁今年搁训练落啊，咱搁提升五十个目标来进行，互因日本的人讲，嘿，即个台湾民政府真的是了不起，无钱。搁做遐大个代志出来，互因足甘心啦，认为台湾民政府真正是啊一个足好个单位，哦啊，当然有一挂动心，因为伫即个所在，我要甲大家讲，你若是要白啊，若是国民党派来个人。啊，是共产党派来的人，伫遮咧受训的人，以后恁大家爱家己去负责。我上课有当时啊，拢会甲大家安尼讲，吼、哦、啊，因为奈安尼讲，现在发现咱的同心训练甲起码有
一挂人藏伫内底啦，啊，拢咧甲咱的消息做负面的批判报道，要互咱的进度的速度搁减慢落。阿伯啊，你若足严重，甲宾拉登共款，走的台拢无当味啦。宾拉登大家知影嘛吼？伊走的去比，那是美国，迄个叫做 CIA 走去，直升机干落来，甲处理好势就走。我会使甲大家讲，啊，美国支持咱，叫咱做的代志，咱也接受，啊，该咧斗做。啊，希望大家，你听听的，这个是足理想的，一定会完成的。你人派你来，啊，你来这了解了后，你亲临投入来这斗拍拼，阮拢欢迎啦，足欢迎。啊，你若伫这咧做其他要别个代志啊，你以后你爱家己负责，你的责任你爱家己负责，吼、哦。这先讲大声啦吼，我即马那上课拢会去稍微去讲到这吼、哦，要予大家爱有心理的准备。阮欢迎国民党派来也好，你民进党派来也好，台联党来也好，啊，共产党来也好。欢迎您来上课，但是您把这个理念提起，心思对咱台湾的人民未来的子孙有帮助，啊，有帮助，你来协助，啊，无你唔好做对不起台湾民政府的代志，你呐做不起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啊，有一天台湾民政府。七点，你做的代志啊，拢会算算的，爱算算的。这先得只先讲吼，一定会执行的吼、哦。啊，这就是讲真济啊，大家唱伫遮，好讲安尼足认真的去到遐消息，直直迄足奇怪。啊，都伫桌仔顶讨论了后。讲什么人要去带，什么人要去带？哎、欸，啊，人一个煞转去了后，讲有人打电话去哦，这个动心讲哦，恭喜哦，你要去带去啊？哦，这实在内底啊有问题。当然，咱内底遮呀，办公厅啦，说不定有这个监听也不一定。哦，这是给大家。吼、哦，啊，电脑系统啊，内底啊，可能早就藏一个叫做啥，迄个资料吼、哦，会去咱遮若发出来，伊拢会去转咧伊遐去。所以咱还阁加强啦吼，啊，实在咱足公开，做正事的代志足公开，但是咱无爱希望你为。为着你来遮受训，咱欢迎，但是你莫违背着咱民政府的政策，甲要做的代志，吼、哦，安尼，这里就爱予大家，吼、哦，这就讲适应性内底哈，我欲啊补充遮个观念啦吼，咱咧讲成本吼、哦，效益的原则，我都这我有讲过吼、哦，这。上重要啊！咱来讲吼，来这啦，哦，成本效益的概念是效益大于成本，那么才有这个价值来做。如果讲咱这个效益，吼、哦，做出来比成本啊较低，也使做。这就是啥？那个文字馆，那个
蠓仔罐，蠓仔罐大家知影无？国语啊，讲拢说一个啥？文化中心啊，是啊，啥物啥物活动啊？拢系活动中心啊，啥拢说遮遮是啥？嘿，你若惊讲真正讲一个字有需要遐频繁，大家集合伫遮啊，咧用这个物件。安都不会讲，啊！你即马起起的伫遐咧创啥？哎，保养，请人管理，啊！到尾啥？请人管理，甲这保养讲，啊，迄度里长，啊，因个亲情啦，叫伊来遐管理啦，啊，咱都爱阁编写预算去付这个管理费用，所以这拢是啥物？这拢是浪费啦。应该这个效益啊，效益甲成本比起来啦，根本无这个效益嘛。哦，咱即马大家迄个公民权利法案有伫手里无？啊，来翻29条看卖，看哪些？来骗出来啊！骗出来看看卖，伊安怎写？哈？编列什么？来，你机关预算。权责机关预算编列的原则，在美国军事政府完成授权台湾民政府掌理台湾行政、立法与司法权之次年起，法制与法务部及所辖各权责机关应将其机关单位之税出预算依本比之大小排列优先顺序，供参议院及众议院审议之参考。但税出概算所采取之财政支出计划，其一本比小于一则不得执行。好啦，安尼就好吼。我那这段要甲大家讲出来，就是咱的政府以后编制这个预算的时啦，拢一定爱考量什么？一本比嘛。安尼，咱大家就足清楚，咱这个单位是咧做代志的，唔是咧你这个预算编出来，会得编袂得编，拢爱考量的成本效益的概念。所以，回去咱这本我好好啊看，哦，这本啊这哦，就是咱参议院哈。哦啊，通过的啊，咱的权利啊，公民权利法案，吼。后来，咱即摆过来，内部控制的方法啦，咱会得讲啊，权责啊，分工制度啊，你内部要控制，一定爱伊有啊。这个职责啦，拢爱划分权甲职啊，啊，拢爱划分出来，啊，互相啊来监督吼，啊，甲授权的控制，甲预算的控制，吼，啊，咱头拄啊讲预算啊，都爱根据啊成本效益，啊，会计系统的控制，啊，这就是咱头拄啊我有讲过，就是迄个。收支啊，一定爱分开，记账的啊，甲出纳一定爱分开，袂使出纳甲收甲记销的拢难做伙。啊，内部的报告的控制啦，那爱啊，一定爱有这个报告爱控制。咱敢讲
咱即马我有一个制度，讲各州啊，啊，每州啊，啊，希望一个月各州拢爱有各州的会议啦。啊，因会议原来的重点啊，我甲中央报备一下。吼、哦，啊，这就是内部我会控制、会了解，因需要啥物，因要做啥物。啊，甲中央开会了后，甲中央报备一下，啊，中央人民讲这足好，中央若有这个资源，咱会支持，咱会甲啊斗相共，啊，甲这个绩效评估的控制，这话足重要的代志。我甲大家讲，咱分组讨论，迄就是我咧。在做什么？这那是在评估啦，哦，当然这个不算绩效，只是在啊，只是在啊评估啊，我们啊那个考评呐、啊，做评估啦，讲咱要较了解，讲咱阿伯啊需要一个厂长，啊那这个这他有这个专长，哎，我们中友的厂长由你来接班。啊，那不是，伊有这个厂长的官的经验，啊，爸来接班中油，啊，这那是足好的呀、啊。哦，类似这个案子给，啊，有诶讲，哦，伊伫银行，哦，做二三十年啊，拢做甲副理去哩啊。诶，阿爸来做总经理来啥哩啊？哦，类似。这个观念，所以回去啊，你的亲戚五十，然后这些专业的、特殊的，拢请伊来受训，机会足大啦。哦，拢叫伊来受训。哦啊，伊要本土台湾人吼，阿伯啊，来到打拼。哦，啊，咱即马来说明吼、哦，这个职责。啊，分工的控制啊，这个职啊，这个叫做啊职责啊，职责分工控制啦，咱来称为啊，迄、那个叫做职务分工控制，啊是岗位分工控制好、哦、控制啊，无同款职务啊，特别是不相容职位的分配啦，爱给不同人或部门来执行，好、哦、啊。通过组织机关设立和这个岗位的啊设立相对的稳固啊稳定固定的啊的制度啊所定落来啊，以便形成互相啊相连啊，或是啊相互啊制约的机制啊，这就是叫做啊。职责分工的控制啦，啊，咱这员工每一个职务有职务的责任，啊，甲有职务的义务，有责任都有义务，啊，咱应了解讲，咱这是爱来分工。啊，分工哦，袂使讲一个单位所有的代志全部包，安尼阿摆要做代志啦，做袂起來。所以慢慢，咱也是直直咧分工，哦，咱慢慢啊咧设立哦，迄、那个所，迄、那个组织部吼、哦，组织部，咱民政府也成立吧，成立一个组织部，哦，啊，一步一步。哦，啊，咱啊，迄个滴滴咧建立，吼、哦，即个，啊，咱啊，过来啊，因为有真济啊，经济业务的处理的过程，那爱划分吼、哦，来划分吼、哦，若干吼、哦，诶，这个啊，独立的职责业务。
吼、哦、啊，咱有讲诶，吼、哦、钱甲消啊，啊甲物啊，拢爱分开管理。啊，且要甲大家讲一个，那物啊，物诶管理啦、啊，诶一个制度，甲大家讲哩。咱有诶叫做 ABC 的管理制度啦，啊是有诶人讲 ABC 财，迄、那个库存啊，库存管理有一个叫做 ABC 的管理制度，啊，这个管理制度就是讲，甲迄类较悬诶，甲咱讲金额较悬诶。咱爱用把它归为 A 类，金额较少的把它归为 C 类，有 ABC 的制度，吼、哦。所以 ABC 制度就是讲金额较悬的，咱爱我画一个图吼，给大家。这个图就是讲，这咱管理仓库然后，那讲黄金电路，我咱讲有诶黄金电路，有诶咧做这个，这爱黄金做诶线，黄金足贵诶啊，把它伊诶成本啊，这个价值啊，接管吼、哦，啊，伊个数量啊，啊，我无偌济，即个变为 A 类，吼、哦，啊，过来再来介绍，即摆来把它化为 B 类个啊 ，B 类啊 ，B 类个看吼、哦、，B 类，伊只安尼尔，吼、哦，啊，伊即个数量啊，但是。较济，哦，这数量也较济，啊，所以讲，咱把它画出来，哦，这里我啊，把它 B 类吼，它啊，较济啊，啊，这 C 类吼、哦、，C 类，咱边了精神去管理啊，那个印刷，大家唔知知影印刷无？咱迄个讲，咱咧。名片，咱摕名片摕一百张，用到尾啊，伊甲你设一个不同颜色的纸，有这个，大家有这个经验无？发现到这无？一百张内底有搁甲你摕一张纸，伊的意思甲你讲，因为免用人去管理啊，你摕名片摕到遐，哦，爱订名片啊，安尼意思，这就免用人来管。这叫做 C 类啦 ，C 类的物件，这数量吼、哦，我较济啊，无啥物价值。C 类价值，这一数啊，无啥物价值。咱来请济人去管理啊，才赚到了钱。迄、那个纸吼、哦，迄、那个 copy 的纸吼、哦，咱为公司 copy 的纸呐是安，伊摕三四通伫遮，啊，大家来领卡，剩一通，啊，伊遐有一张。红的纸，伊就讲啊，爱搁去订这个做啥纸来，啊，过来订入来，搁放伫遮，啊，就利用免人去管理啊，大家去摕啊。哦，啊，你若是遮较贵重的物件，你就爱进出啦，你袂使浪费啊，你领一件出去，哦，啊，若用完啊，啊，你剩的你还搁摕转来，这都爱请人做记录，因为人那是爱钱啊，所以讲爱人爱做记录，啊，这损失的比。人的费用搁较悬，哦，所以讲这把它归为一类。啊，咱啊，这呐会使做做 A、B、C 的管理吼，我会使做啥呢？做咱人吼，咱人的工作一天才八小时嘛。一般讲，我精神上好是啥物时阵？早起嘛。所以讲，咱要做早起的代志啊，一定爱考量讲，这个做落对我的
工厂的贡献，对咱社会贡献上大，咱选择再去时来做。做完啊，要有时间，才下晡时来做，迄较无啥重要。所以讲，有诶国家的电话啊，分早时的电话钱啊，甲下晡时的电话钱啊，计数无共款啊。因为伊无爱讲，互人电话吼，拢是九点甲十点外这个时间。哦，啊，大家拢要用电话，啊，所以讲伊要甲你收较贵。哦，类似安尼吼，有一个观念讲，咱较重要的拢摕伫早起时来做，甲它完成，因为这对咱的利，迄个利益较大。哦，啊，咱就把它归为 A 类。啊，所以啊 ，B 类较普通 ，C 类啊，无啥要紧，啊，这有卡也无好，有卡好无卡好，哦，啊，无就下暗时再来卡，无要紧。哦，类似这个工作，哦，这个工作，咱也会使划分为叫做 A、B、C 的迄个财务啊，迄个叫做物料管理的迄个一个叫做 A、B、C 分析的一个制度啦，吼。啊，咱这所谓物料。这个方面，我甲大家说明一下呢吼。啊，甲授权啊批准的控制，授权批准的控制啊，我这个我真重要，吼。因为你若无授权啊，一个人代志若伤多。根本就无迄个精神，搁去思考创新。这点大家爱会记哩吼。你若惊讲你足会能干，无唔对。各项代志拢揽来你来做，你的时间就怎么样？用了去啊嘛。哦，有个人讲，有个人奈无啥爱家己塞车。哎，咱有个讲，哎，咱奈较。较大的人啊，拢有司机咧倒塞是啥物情形？伊无爱互你讲，时间拢用于你塞车，你也用精神啊。哦，啊有诶司机咧甲你塞，啊你伫遐你咧思考代志啊。哦，爱有即个思考诶迄个，所以有诶人讲奈。那讲一个较闲的，讲有个人奈爱去坐禅、坐禅呐，吼、哦、啊有个人打坐，吼、哦、啊有个人讲会念经，吼、哦、啊有个人讲祈祷，这拢是咧啥？拢咧空下来的时间，啊去把自己的智慧等于咧充电。哦，啊，才会去想代志，才会去看安怎做，安怎做才正确。哦，啊，这，予大家话做参考吼，即款，这，啊，所以讲，一定袂使想无盈利啦。你若做总经理啊，做董事长啊，所以有诶拢早起时处理了后。下晡时就去接人客啦，还是接什么，都无要搁办公事啊，拢早起时处理公事，啊下晡时拢咧啊应酬啦，等于讲这交际啊，哦，拢有这个啊，所以这就是啊，甲大家说明吼，啊，这哪咧讲这吼，因为咱的时间啊，因为是咱刚好何组长无来嘛吼，啊，所以咱的时间个应该是，唔是，我应该个十点，九点五十的款，应该是九点。五十，吼、哦，要有时间吼、哦，可能要有时间吼。哦
这预算我看咱应该要存二十分吼，预算咱卖讲别，咱头拄啊都有看咱的迄个做二十九条的记录，咱以后一定安尼执行啦。你那迄个本意比第一的，你要排预算都不要排过来了，你要排预算都免排来了，都免排队啦。哦，这爱大家啊，好啦，大家知影一下吼。这实际上吼，这就是数字的资讯啦，好像这个会计系统就是迄个数据的迄个数据的资讯吼，伊安那讲数字的资讯，这能看出一个啊。端倪出来，因为一个公司好歹，你报表一个出来，看伊个第一，伊个盈利偌济，吼、哦、毛利偌济，吼、哦、啊未来个计划，吼、哦，这拢会得算出来。所以讲，这足重要的，每一个机关，这若做无好，会计系统，这若做无好，啊。阿伯啊，财务要管理就困难啊！啊，那会计系统做足好嘞，啊，资迄、那个即个资即个做资讯吼，即个资迄个即个电脑资讯啊，足正确个。啊，阿伯就足清楚，咱要安怎发展，要安怎计划。我即摆要阁讲一个，予大家了解吼。必须听阿门讲，CIA 甲讲，咱十二月三十一日忘年会啊，讲蔡英文的书八十万票，我这好讲啊，唔好讲啊。阿门讲，迄、那个CIA讲，你讲，伊讲在哪里堵住嘞呢？啊，那无影的啦。啊，伊个甲迄讲了后，伊甲门讲，安奈遐准啊？我甲讲，真正常嘛。因为阿扁在选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这个单位就估计说阿扁赢多少三万票，实际上阿扁赢多少两万几票而已嘛，不是我特准的，因为有两千个以前的记录就这个接近卡，我刷来第二摆，伊若照这个数据甲这个问卷，啊，因在跑电脑，依照统计啊观念，电脑早早就出来嘛，排除一些差异性的问题。一定会正确嘛，所以讲，人一个先进的国家，遐厉害，有厉害无？伊甲咱讲啥，当然咱来接受嘛。咱也无遐侪人才，咱也是可以来甲斗相共啊。哦，这个观念是要予大家知影讲。这个系统跟数据这些的观念吼，啊，实在现在科学电脑发达啦，实在足进步的。莫怪因国防部，恁
中国这些高官来，我给你看我们的国防的科技，给你们看，敢要烧台？我们这样啊，你敢跟我们台？有啦，我们那时候两三年前报纸说核子弹头发三粒送去清泉岗，去送不到的，你要相信吗？核子弹头会送不到的，这就是在跟中国说别烧台啦，大家好来好去啦，我这样我穿便便啦。所以大家爱，我爱了解吼，这就是啊，给大家啊补充，大家知影，这是这个迄、那个科技发达吼，真的，你诶，咱人诶，咱人迄、那个活水，这个叫做酒泡水吼，伊咧讲。电脑里面啊，他哪会看出咱人的思考什么呀嘛，对吧？以后那段的啊，讲到这个代志，啉活水类啊，诶，什么？所以讲，实际上真正进步，伊迄阵所学习的，搁有甲即卖搁一段时间呢，即卖进步到什么时阵去了？所以大家做探讨吼，诶，大家，吼，咱遮要讲会计主要控制诶，包括有这些吼，啊，建立咱一个健全内部会计管理啊，甲这个规范吼，啊，甲监督诶制度，啊，并且这个权责相互啊约束，啊，统一内部会计政策，统一。内部会计科目，啊，甲规划会计凭证，啊，甲账簿财务报告，啊，我若看到这吼，有当时啊，我就去想着讲，咱的法院的判官吼，我认为有时候我较无接受啦，说不定讲啊，我是我仲裁人哦，我是不。半个要做啥？人讲仲裁人就是民间法官啦、啊，我有具备这个资格吼、哦。我因为参加这个仲裁人受训啊，考试通过啊，然后把我也去在司法行政部有案的吼、哦。啊，我要安那讲，就是讲法官的判决啊，甲我的思想无啥共款啦。我认为只要会啦，甲什么费用的判决啦，应当要重判会计审计人员。你唔是啊？我讲阿扁啊，阿扁敢会去做啥？迄会计制度，迄个管会计管钱的人讲，歹势，这是一个制度，阿扁啊，你要。用这条钱，这条钱不用你，你该去用私人的。安尼，伊会有罪无？啊，伊敢会讲啊？我提钱，我来买什么？我家己来买什么？敢有可能？我无可能的代志嘛。这就是讲，你是这个专业，你专业的人无代志，啊，迄无专业的。伊讲，迄即专业的人讲，啊，无要紧啊，以前都安尼，好啊，你做你提啦，你看提偌济，到时才甲讲者，啊，无你就去提别人个手机提来报报就好啊啦，啊，是毋是安尼来的？啊，以前都安尼啊，啊，即嘛，啊，你都即个会计甲审计人员拢是安怎？你有即个专业，你爱担即个责任起来，你甲讲。袂使了，
啊，因无啊，欢迎讲，嘿，俩主管来介绍啦。啊，遐个专业处理遮个制度遮个人无代志。我感觉这唔对，哦，所以予大家做参考吼。所以阿伯啊，你咧做这项代志，嘿，你都爱有这个责任。唔是，只有机密性的，某甲讲要来甲你讨啦，啊，你怎啊发乎伊啊啦？到尾啊讲发现了啊，讲啊你，我唔知啊，啊发你啊袂安，是照讲失职嘛？是唔是安尼？所以讲，你负多一个责任，你就爱负这个责任。家你的职务，我爱了解，爱创个好事，吼、哦，这是甲大家啊说明吼、哦。啊，这啊内部的报告的控制吼、哦，啊，这那是爱依照吼、哦、这个时机啦吼、哦。这拢因为咱话讲较紧一丝啊吼，因为咱确定有一挂制度啊，要来分享吼。哦啊，因为咱当心，若爱这个 PowerPoint 吼，啊，咱后壁咱的当迄、那个当心吼，啊，甲讲啊，你的吼，即请伊吼，啊，甲你咩啊过去吼，咱我这 PowerPoint 拢会使予大家做参考。哦，啊，这我都无要过想啊解说啊吼，啊，这啊这就是。好，大家做参考啦，吼。迄、那个主要吼考级啊，啊，迄、那个考评啊，吼，诶，标准啊，有三个要素啦，吼，伊个标准诶强度甲这个都诶频率吼，啊，甲这个符号，甲这个标度吼，即来做参考安尼吼。啊，伊个这个。遵循的这个要件，吼、哦，有一定要正确、客观，啊，要明确，还有具体，吼、哦，安尼才会整个要评估的是才会啊健康。即、哦、马中央我有这个建议啦，咱若介绍偌济人来受信，啊，介绍人写酒店的。啊，你另外会使下卡阁签一个名，吼、哦，就是讲你介绍的阿伯的成绩，你若有份。而咱即摆以前讲，咱介绍的拢甲酋长报名，啊，你去甲人沟通了几啊天，啊，伊才要来受训，要来受训啊。伊讲啊，你甲酋长报名。即马讲，安尼有个人讲，我拢酋长会成绩，啊介绍人才无成绩。哎啊，即马讲，哎介绍哎两个加一个啊，吼、哦、啊，所以讲酋长介绍，啊个你我会使做介绍人，吼、哦，迄、那个表啊，可能有要安尼会改进吼，安、哦、尼大家唔再愈拍拼。啊，这大家唔叫成绩，啊，这就是啥？啊，这就是爱有明确甲这个具体性吼、哦。啊，无讲一个人拢伊介绍，啊，到尾也拢无名。啊，伊会讲啊，我也免介绍你吼，啊，我是啊，不甲要死的，拢介绍人来拢无成绩。哦，类似安尼啦吼，啊，这就是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啊，慢慢啊，这个考这个标准就。哦，啊，加讲迄个标准的遵循的要件吼、哦，要一致性啊，可靠性，哦，啊加民主性加透明性，这爱予大家拢爱了解。哦，啊，我看这吼、哦，这我看我都来个解说啦吼、哦。啊，即马要来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吼，我要讲，我可能应该较
十点嘛吼，唔到十点吼。啊，迄、那个内部控制吼，迄、那个是自立啊来起迄规定的设施啦。啊，会计政策个是即落实啊效率的效果。啊，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哦，啊，主要咧做啥？财务报道舞弊，啊，甲诶，这个挪用吼，这个侵占这个资产，这个资产包括现金甲其他哦资产的范围。啊啊，咱要讲这个，这拢是那讲财务报道的。这个目标对象，就是权力较悬的人才有法度安尼做啦。哦，这个这个、就是因的扭曲啊，这个账务吼、哦，啊，甲到时以迄个科目啊，这个来做这个目标。哦，咱咧讲，这个讲过啊，633事件。即，咱即卖以个案的啊，做吼剖析探讨吼，个案的探讨吼，伊摕1,240块，啊，发予人的薪水讲400块尔，啊，佫共户条扣掉哩。我头拄也讲过，讲这样话，一个处长做遐大，啊，佫去擘到钱啦。伊会使叫去会计单位去领就好啊嘛，对不？啊，会计单位去领，伊就领1,240块，就领予人就好啊，伊哪会发生这个代志？是毋是安尼？吼、哦，啊，这后台一切的事项违反法律嘛？啊，这咱会了解到的吼，啊，过来，吼、哦，这美国国务院甲因遐报纸讲，啊，毋是主权的独立的国家，啊，这都发生因遐安尼讲啊，吼、哦，啊，这咱的判例啊，吼、哦，这大家拢知啦，吼，各大家吼、哦、了解者吼，啊，这主要是啥？没有遵循会计制度，哦，伊爱借钱，啊，搁付安尼，啊，搁外交部讲伊个内部控制一定有问题嘛。啊，像这吼、哦，我的观念爱判，我爱判刑判啥物？对，贪污迄是伊会计咧管会计人，若爱判刑啊，两个拢爱判刑啊。即摆管会计拢无代志，对无？哦，迄、那个代志，咱管会计也无代志。啊，讲拢无代志，啊，大家拢无啥物反应，伊计管会计无责任咩款？啊，这就是啥？啊，这个我是公司嘛吼，林百里大家我是会了解吼，这个啊，迄、那个资讯界的一个大佬，我一个真出名的吼。啊！你看伊个秘书吼，干那假签名都会使啊，领偌济？会使8,300几万？看这内部控制好啊，唔好？绝对有问题嘛！哦，有问题嘛？这内部控制一定有问题嘛？哦啊！啊，过来，哦，这那是无遵守会计制度嘛，吼、哦。啊，这那拢要出来就啥？要甲大家讲，即马是电脑的时代，大家要查我的资料，足简单，我的名甲拍落去，吼、哦。啊，张文彦教授，啊 ，Google 甲 Yahoo。啊，就我的资料印出来，啊，所以大家拢袂使做歹啊，好好啊做，大家表现一下吼。
所以要做歹吼，我这拢是伫 Google 里内底调的嘛，啊无奈有这吼、哦，所以啊甲这也是同款，哦这若去犯案以后，伫电脑上有记录啦，啊无你就走去其他国家去化名啦，搁去改名啦，啊无。红仔头若去用翕起来，阿摆拢人会知影啦。哦，好、哦，这个我袂阁讲起啊。吼、哦，所以，趁这无得阁去安怎，阁去美容，吼、哦，嘿，阿阁去美容，吼、哦，阁去美，嘿，无，我，咱即马这里袂阁讲。这最近的，吼、哦，一个雇员，教育部才讨回30,000，啊，伊偌济，侵占偌济，2,600,000，啊，这吼、哦，所以讲，拢大条的呢，拢大条钱呢，唔是小款钱呢，所以讲，会计啊，管理无好啊，实在损失足大嘞，吼、哦，大家会去。了解吼，啊，这就是，伊是讲台塑伊那咧讲，伊安怎呢？伊外销污染留在台湾，啊，他外销赚外汇，啊，咱即马要甲扣一个税呢，伊安尼出来讲。讲安尼，吼、哦，伊讲特定为了特定的修法吼、哦，啊，这就是讲以前啊，要奖励的时啊，无讲个好势啦。伊会使讲依照伊个成本，伊才会使卖偌济钱，安尼甲中油就脱钩啦。伊毋是迄阵啊，毋是啊。因為中油我讲我算起来成本哎，好爱我爱起价，啊伊台塑伊个成本较低，伊讲啊中油起价我起价，拢对伊起价，安尼才变啥？那照吼，迄个咱迄个公平交易法吼，安尼也无理。对啊，你爱依照你个成本算起来，你新设立啊成本较少较少。啊！你这国家会较浪费啊，所以讲你一定较俗嘛。迄阵啊，原则要算两个，那是有这个情形伫咧啊。好、哦、啊，所以讲这个，咱大家爱我爱了解，以后咱定个后摆个迄个规章吼，拢爱我爱去考虑个遮个问题。我看因为哦，这个。这个可能我爱甲讲一下吼，这个我少讲一下。这就是啥？这讲中央的负责啊，四条啦，六十年啦，那行未了。啊，财政部讲尊重审计部的职。啊，这啥？这是再留子孙呢？伊讲，出生出来，啊，都爱行者60年的行未了呢？啊，你大家哪敢生啊？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啊，所以太浪费啊，无人监理。他们监察院唔知咧创啥物，唔知。哦，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从我看这个就袂讲啦。啊，这美国的沙宾法案吼，那大家有兴趣吼？啊，因为原早美国的会计制度是要领导全世界，啊，因为这个法案发生，因发生这个弊案吼，安龙事件呐、啊。啊，世界通印啊，这些啊弊案发生以后啦，不得不啊，现在
接受啊国际财务啊报道准则，即嘛才接受。所以讲，才用欧洲的准则来咧做。哦，即个予大家知，即伫世界上哇影响足大哩。哦，安尼啊，可能我看咱今仔日啊，我看报告都啊，这个所在啊，若大家有对即有啥物疑问，啊有啥物问题啦，啊随时啊加联络啊，我若愿意跟大家来共同学习，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请起立，敬礼，谢谢老师。